哎呦，那字儿怎么写来着？这个符号分为两个部分，一只手和一个跪着的人，这是在干嘛？摸摸头。这个摸头符号背后的意思就有点意思了。一般来讲，华夏先民不会无缘无故刻画一个摸头的场面吧？早期的文字非常神圣，无聊的场面那是不会有的。学者们最终试出了他的意思，用手压头抑制其行动，这个下压的动作可以读作印或意，他俩最早是同一个字儿。这个动作字眼很快被名词化了，古人用它来指代印章，或许因为也需要下压。印的存在是很久远的，早在商代已经存在了印章这种东西。目前存世最多的古代印章大多来自战国时期，印章上会刻上官职姓名，已经是当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。历史上最著名的印章故事合纵连横就发生在那个时候。苏秦这个史上第一说客说服了六国合纵抗秦，他自己则配六国相印在身。虽然不知道每天身上挂着这么多印会不会不方便，但他确实震慑了秦国整整15年，不敢出函谷关一步。抛开行政职能，古人呢也不都像苏秦这么严肃，印章让普通人玩出了花儿。给予印，了解一下。顾名思义，给予印就是把吉祥话刻在印上，每天带着到处盖章。比如战国人喜欢刻这样的：得志，行吉，有千万。感觉他们老直率了，把出门走运、家里有钱都刻出来带着。汉朝人更了不得，有人刻日入千金，其他人看了觉得不过瘾，刻日历10000000。这一算，哎呦，上亿了，小目标而已。不过这也看出汉朝确实很富啊。话说回来，印也不全是用来玩的，其实它很重要。可以说啊，如果没有它，人类的文明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。根据考证，印章和印刷术之间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。在浙江瑞安，至今还保留着最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术，这种技艺是中国活字印刷的活化石。通过它，我们能一窥印刷术最原始的样貌。这里的每个字都像是一枚木头印章，而就是这些木头块让人类迎来了文明的光芒。印刷术的出现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。曾经知识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，据说在1450年之前，整个欧洲也才不过有30000册书。知识的传播完全依赖手抄或是口述，而华夏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提升了知识传播的效率，间接促成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，现代文明也由此产生。印，一个神奇的汉字，它的存在与流变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烙印。现在回过头看，或许华夏先民早就对只能刻几个吉祥话不满足了，刻肖像、印花纹这种事哪有印书过瘾呢？这决定性的一步属实令人印象深刻呀。今天你写字了吗？